原标题：苏军胆子够大，拿每3000亿贷款，一分钱都不还，称有本事打上门要。美国一向喜欢在国际上搞所谓的军事援助和贷款来达成目的，但有一个国家拿了美国援助的装备和钱，却一分钱都没有归还，谁胆子那么大？答案是美国的对头苏俄。通过租借法案，苏俄在二战中拿到了巨额的美国援助，但从未想过还钱。